Hello everyone， 我是薇薇，今天我们要来玩 Cytus 2， 没错，它更新到了 2.5 版本，而这一次呢，他们新增了一个新的角色 Crystal Punk， 没错，它其实就是之前的付费角色 Cherry 的算是在讲述他以前故事的 DLC 包吧。那这次 Deya 他还蛮佛心的，就是直接给了你免费，那里面一共有6首歌，对，没错。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玩吧。哦，好帅啊！所以这个是 Simon 在跟 Cherry 讲话，然后后面还有他们的乐团的人，对。然后目前解锁了一些歌曲，这些还有。这个 Chaos 被锁住了，所以目前算是可以打到3首左右。好，然后剧情看一下好了。来，手给我，我自己能爬了，真的到了 Node 03。亚塞马塞，卡尔，好久不见。嗯，我全部都听 John 说了，全部吗？抱歉了，一直没有跟你解释。不用啦，套一句你说的都过去了，对吧？对不起，为什么知道那些事还是愿意帮我们？为什么？不为什么，我们是朋友吧？虽然这么多年没联络了，至少我还是这么想的。靠，而且我是 Node 03长大的小孩，我看过真正的坏人，跟那些比起来，你们的事根本不算什么。点点点，到了这里，你们就不用担心了。这边的规则跟其他 Node 是完全切割的，所以才会聚集那么多狠角色在这里。我劝你们自己也小心一点比较好。嗯，有可以先让我们待着的地方吗？跟我走，我们家有一个不用的乐器仓库，你们可以暂时住在那。三丰乐器吗？嗯，我回来后接手我爸妈的生意了，现在分店开的越来越多，你们应该也看过08那间分店吧？总之我现在过得还不错。那太好了，不过这边的音乐环境还是远远比不上08自由，只要跟利益有牵扯到的事情全部都被管理局管得死死的。哎，好怀念以前跟你们组团的时候。一定会有机会的，等这一切结束，证明 Simon 的清白，我们从零开始，对吧？嗯，我们还有一起办音乐季的目标还没达成啊，哈哈，你还有脸说因为你们吹掉把我害惨了，都说了抱歉了，真的对不起。开玩笑的啦，看到你们都没什么变，我就放心了。期待这颗石头脑袋有什么变化，根本就是做梦。不要拨我头发，哈哈，你也是啊，大姐头。咦，我变蛮多的啦，头发也剪了。不，我是指在经历的那些时候，还是像以前一样散发出那么多正能量，给人一种说不上来的活力。从你现在的音乐就还能听到这些东西，哈哈，什么啊，我没有那么伟大，我是认真的。03这种地方我见过很多做了坏事就无法自拔的人，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世界这种漂亮话恐怕也只有那段时光能说而已。点点点，比起我，你跟 Simon 都还在持续用音乐努力， John 也用他自己的方法尝试在那种生态中找到定位，只有我还随波逐流。说实话，说实在有点羡慕你了，从以前到现在都是。靠，你该不会也遇到什么不好的事？噗，我可是03罕见的优良市民，现在这样包庇你们两个家伙，大概是我做过最坏的事吧。谢了。话说回来，大姐头，你在08那边是怎么办？表演什么的？别担心，接下来一连串活动都在精神网络里，我在这边也能搞定。小心，有巡逻机。哦，那个啊，不用怕啦，这边的管理局只关心他们自己的事，就算你在路上捅了他们，捅了人，他们也会无视的。当然这得看你捅的对象是谁啊。我靠，这什么治安啊，真的假的，以前来过03都没注意到这边的治安差成这样了。你来过啊？嗯，去年有跟 Nico 来参加过这边的新年活动。 Nico， 哦，那个 Cytube 的网红。哎呀， What are you doing？ Cytube 的网红。点点点，到了，进去吧，里面很脏哦，你们可能要扫一下。讯号中断。
哦，原来这不是讲 Cherry 以前的事，这是讲后来的事啊。好，我被打脸了，抱歉各位。原来剧情是这样展开，所以他们现在待的地方算是他们新的庇护所，因为 Cherry 一行人才刚用比较暴力的手段把 Simon 从监狱救过来。详情请看之前的剧情。好啦，不多说，我们就来玩第一首歌吧。哇塞，我觉得我的 TP 还有我的分数整个爆炸，5个 miss， 然后算了，没关系，初见嘛，而且他13等。好，继续。哦，2个。哇，真的很脏。好啦，就说很久没用了，很介的话打扫一下吧。不确定你们要待多久，待到那家伙联络我们为止吧。如果要洗清 Sinan 的罪名，就必须查出真相才行。但是在灵山要怎么查？这不是离世界越来越远了吗？啊，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吧。现在也只能相信他了。Elsa 的事件不只是发生在08 Cetus 的故障与伤害是全球性的。从他的推理来看，这一切都有关联，而且规模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大很多。那个啊，照旧的说法来看，是个很危险的人啊。你们好像很信任他。我们在来的路上被困在自动中枢站一周，要是没有他的帮忙，我们不可能活下来的。虽然还是完全不了解他，不过我觉得他不是什么坏人吧。喂，只有扫把吗？抹布在哪？你还真的打扫起来啊，洁癖一点也没变。我也来帮忙吧，快转。
呼，这样就可以了吧？这些器材跟乐器竟然都还能用。Simon 呢？他说他要出去打个电话，拿着我的电话就跑出去了。切换讯号，通话开始。是我。哦，你要卡了电话，代表你们安全了。嗯，看起来暂时是，谢了。不会，大姐头的猫也在我这，叫它不用担心。嗯，有什么动静我会再联络你。啊，对了，Nico 跟佩服现在也在我这里，你要跟他说吗？嗯。Nico，起来！再10分钟，三人在找你哦，三人找你哦，三人，喂喂，你在睡觉吗？那边现在是白天吧？你没事，太好了啊！我跟你说，Aroma 讲，不对，佩服他啊！我听舅说了，你们接下来也要来灵山吗？嗯，有人会帮我们过去，预计明天出发。知道，自己小心点。你们在哪里？我们要怎么碰面？碰面不？我想暂时不要比较好，现在还不确定，事情太多了，先低调一点吧。你们在那边人生地不熟，有 Nico 在比较好吧？你还有佩服的事要处理吧？我们这边也有灵山当地的朋友帮忙，没事的。那就先这样，我会再联络你，自己小心点，不要又闯什么祸，知道吗？才不会，你也要小心哦，拜拜。通话结束，讯号中断。反正 Nico 只要听到 Simon 就会吓得跳起来就对了，呵呵。你也要小心哦，拜拜。通话结束。还想说你跑哪去了？原来是跟 Nico 报平安。我是打给 Joe。是哦，他说 Punk 他在照顾，叫你不用担心。他要破费了，Punk 的食量可是一般猫的2倍。佩服的事情还好吗？我不是很清楚情况，如果现在自己不是这个状态，可能还可以帮上忙。不过暂时先交给 Nico 吧，那小狗也承受不少了。还有吗？给我一只，我的抽完了。No，都弄干净了，卫生鼓掌。得抽烟啊，各位。哦，辛苦了，少奇。哈，去你的！这样在团练室外面看你们抽烟，好怀念的场景。我们好久没有一起演奏了，要检验一下吗？乐器都还好的。诶，明天吧，你们都不累的吗？我是夜猫子，这家伙的话本来就没什么在睡觉吧。我不行了，我真的需要睡一下，皮肤会变差的。嗯，你先去睡吧，晚安，晚安。点点点，你们复合了？No，哈 我想也是，就算有你也不会说。现在发生太多事情了，我没时间去想那些。大姐头啊，不是那种会随便依靠人的人，但那时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她的开朗与坚强是一种武装，不这样的话会活得很辛苦吧。点点点，虽然大家都说团员之间有情侣会有很多麻烦，你们的确也造成了超大的麻烦。不过那时撇开团长的立场，我很庆幸你在他身边，是吗？如果我们没有在一起，也许事情会更单纯。我到现在还是不清楚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但我清楚他需要你。点点点，自己好好想想吧。你要去哪？嗯？回家，这边就交给你哦。你那什么龌龊的表情啊？啊，看来看他的想法跟我们各大观众的表情以及内心的想法超级一致啊，真是舒服。嘿嘿，拜啦！信号中断。哈哈，一男一女共处一室，真的舒服。好，下一首。走起。
好吧，我觉得我可能实力真的有点退步，太久没打 C2 的下场，可悲啊。是那家伙，让我来讲吧。通话开始。喂 ，Mr. Jackson， 我以为我拨的是 Miss Proline 的电话，又怎样？调查有结果了吗？态度真差，别忘了是谁保住你们一周的小命。是，谢谢你。你叫我不要主动连线回去查 Elsa 的事，我才到03干等的。再不快点的话，别急，我才刚到 Note 13没多久。在这里要找到讯号收发点是很难的，可不像走进酒吧点一份烤猪脚与蛋啤酒那么简单。也太惬意了吧！这就是你的调查了，别闹了，现在可不是让你悠哉观光的时候。开玩笑的，我总要吃饭吧。我挂了，继续惬意。哈哈，别急，正如我所说，我准备进行一些历史考察和先前在这里没完成的研究来验证我的猜想，这需要时间、运气、准备和一点小小的冒险。别忘了你的右眼，你别忘了你的右手和右眼，不是每次都刚好有探勘队路过的。别担心我，我的运气一向很好。我是在担心你能提供的情报，你那边没有结果，我们这里就无法继续吧。呵呵，放心，经过这阵子跟你们相处，我了解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这次我不会单枪匹马了，也许会找个得力的伙伴。怎样都好，总之你快点。我知道关于你们俩在03接下来任务，荷鲁斯之眼是吧？依照你给的线索去调查了一下，的确有这么一号人物，能读取网络空间里的数位资料，包括早就无人知晓的古老档案在内。真令我惊讶啊，你已经知道了？我只能查到这样。在03似乎是在地下社会无人不知的都市传说，虽然无法确认真伪，真的有这种家伙存在吗？听起来一点也不科学。科学有趣不就是我们无法认知的那部分吗？已知的科学简直无聊透顶。点点点。容我再次提醒，你现在的状况不适合做更多的调查，再加上03的环境因素，轻举妄动甚至直接和黑帮接触都相当不智。有什么建议吗，野外求生大师？呵呵，有的，听仔细了，等我的下一次通讯。康乐上真的是有够可爱的。点点点。料理要上桌了，失陪了 Mr. Jackson。 哎，真的假的？你给我认真点啊。对了，你的账号被冻结了吧？我稍后会传一个给你，里面的钱你们可以随意使用，凭你们现在身上那些破装备很难帮上什么啊。哇，果然是氪金大佬。通话结束，自说自话的家伙。讯号中断。啊，我们的康乐大叔真是棒，真是舒服。哦，这个没解锁，那我先玩困难的好了。啊，差点就 TV 100了，可恶啊！这我猜应该会有新歌吧。 Yes， 我猜中了。啊，不是，解锁 Chaos 难度。好，早嘞，都中午了，大家都还在睡。帮你们买了吃的了，在这，谢了。你在干嘛？没啊，刷一些我收集的新闻。03的失踪人口很多，我以前一直都有收集这些资料的习惯，也帮忙找过人，顺便观察一下有没有你们被追查的消息，目前看起来是安全的。失踪人口这么多，有找到过吗？几率非常低，但的确有帮助到一些人过。连这么小的孩子都有？这个是前几天最新的，我从小吃摊的老伯那听说，好像是一台超大的机器人在路上到处问人。我们的 Robot Head。 早啊，好困。哇，卡还在。你怎么穿成这样？加件裤子吧。对不起。干嘛？什么脸？晚上发生不少事吧？什么都没发生，我们根本没睡在同一间。 blah blah blah。 怎么雷亚把那口歌也加进来？你这家伙。
哦，对了，我约了 Joe 等等来接哦，他会连线过来，投影都架好了。等一下吗？你们前阵子都那么紧绷，放松一下吧。嗯，也好。停停停！就你在弹什么屁啊？这些年真的都没在练哦。本大爷明明弹得超好，好吗？是连线有延迟吧？好你个大片头啊！你再弹一次刚刚那段。点点点，啊嘞，好像真的是我弹错。很可惜，我现在是投影，你的鼓棒是对我是造成不了伤害的。看我的影分身之术，哈哈哈！我的爸，哈哈哈！什么啊 ？Crystal Punk 曾经这么大的团，现在居然变成这样，随意玩玩就好了，很开心啊！好久没有这样了。大姐都在 Cherry Punk 不开心吗？也不是说不开心，只是演艺公司的彩排很自私化。跟我们以前在地下那种随性的感觉差很多。我也是很久没有跟真人一起练团了。嘿嘿，果然那些破机器人还是比不过我们吧。只要某个人不要一直弹错根音就好了。刚刚的不算啦，第三象限贝斯神现在要开始认真了，再来一次。终于弹对了。哦，不错哦，就是这个感觉。喂，说真的，你们想再办一次音乐季吗？那个我们一直没办成的，当然我们这个默契很快可以恢复到绝佳状态。就不要废话，老牌了。哇，是连线问题啊，哈哈哈哈哈哈，讯号中断啊，真的是和乐融融的大家庭大乐团啊，感觉真棒。
总算是回到比较正常的成绩了，终于。不错，这首还不错听，不过是我的错觉吗？我觉得这次 DLC 的歌，它的谱面的配置不但很密，而且有时候会出现那种重连的情况，然后很容易共振，所以在打的时候又非常的小心，不仅要快，还要狠，还要准，就这样。电视记者现在位于神川区上山大道，各位可以看到，眼前是交通号志全部失灵，与部分无人机出现停摆，行为异常造成的混乱。管理局目前已撤除故障的机体，原因尚待厘清。虽然没有造成治安危险与伤害，但还是画出了封锁线，并呼吁民众尽量远离此区域。类似的小规模故障日前也发生在点点点点点。这是这里的新闻。我想到我们站在中枢站的时候，08也发生类似的事情。这些无人机的行为，看出什么了吗？不，还不太确定。这些跟08的是完全不同的型号，但我有不好的预感。我妈也是因为无人机失控。切换档案，1981年1月8号。好好听，妈咪，再多唱一点嘛。当然好啊，只是当时 Cherry 应该在跟他的家人在相处当中。妈咪为什么那么会唱歌呢？这副歌喉不去当歌星真是得太可惜了。歌星？对啊，可以在大大的舞台上唱歌给好多人听，让大家都着迷哦。爸爸当初就是被这个歌声迷上的，在人来人往的运输站，有好优美的歌声从远方传来。讨厌，在孩子面前说什么啊？你要出门了，今天这么早？你转兼职后，我的工作量直接翻倍啊，那还真是抱歉啊。爸爸要去上班了吗？对啊，要跟爸爸一起来吗？在运输站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很多不同的人哦。你在说什么傻？啊，老公，你看你领带都没打好。哦，谢谢老婆，那我出门哦，爱你们。真是的，还听什么歌星？明明没有我什么都做不好，嘻嘻。妈咪想当歌星吗？傻瓜，妈咪现在要工作照顾这个家，照顾你啊，现在这样就很幸福了。妈咪要照顾我，那我长大要当歌星。妈咪，教我唱嘛。哈哈哈，你行吗？好啊，那要开始咯。切换档案，1981年12月9号。老婆，我要下班了，你在哪？我也这样回去了，抱歉把工作都丢给你。我刚好买晚餐的菜。啊， Sherry 的蛋糕也买好了，你看，他在音乐教室拿了第一名，得好好奖励他呢。哈哈，长颈鹿屋的草莓蛋糕吗？他会很开心的。你接到他要跟他保密哦，我要给他个惊喜。怎么了？什么声音？不知道，前面好像有车祸。您正在对市民造成层层危害，请停止。咦，有坏人吗？真可怕。离远一点吧。你正在对市民造成层层危害，请停止。我妈，你误会了，我什么都没。小姐，快离开那台无人机。这里是第六小队执法员 Andrew Wood。有一台 LE110被歹徒击中，呈故障状态，请求技术人员终止程序。呀 ，Clary， 可恶，没打中吗？这里是第六小队执法员 Andrew Wood， 有人听到吗？小姐，请立刻离开。好，好的。啊，蛋糕，你正在对停止开始执法程序。Clary。信号中断，所以他妈妈就这样被无人机给干掉了，真的是好可怜。我记得好像之前剧情有提到过类似的，就是有提到过好像类似的桥段。如何？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看吧，全在中心内，懂了吗？完全不懂，一般都是从手枪开始练习吧。这是怎样？炫技？哈哈，答对了，来，这把给你。枪口别对着人。放心，这些都是橡胶弹，弹道会比实弹低一些，
手抬高，对，像这样。你是在吃我豆腐吗？你这皮包骨有什么好吃的？快开箱！哇，你还蛮有天分的嘛，跟我们以前玩游戏的时候感觉差不多。啊，你那个时候果然偷放水吧？有意思，我们来比赛。比什么？现在在这边开打吗？打靶啦，这打到人也是很痛的好吗？是说你还真的用了那家伙的钱买这些东西？不用白不动用哦，他说的很对，你也真的要学会自保才行，不然一点用场都派不上。别忘了在地下是谁救了你，要靠你那慢得要死的Gamba 有几条命都不够。从靶心看起来我比你准很多啊，根本没有练习的必要。巴嘎，你连续多开几枪把这个弹夹打完。嗯，后面几发全在靶外，真枪的后坐力、重量还有每一发的击发时差可不像游戏那么稳。怎样，手开始酸了吧？你拿的还是最小靶的嘞。点点点，你忘记教我吉他的时候自己做过什么吗？空杯心态，不要因为自己有一点经验或天分就膨胀了。哇 ，Cherry 一个回呛，那只是随口说说的。不过你后来的确弹得很好，那我也没有怨言了。很好，那继续吧。哦，这真的不是一般的累啊，是你体力太差了。双脚齐肩，背往前打直，不要驼背，肩膀、手肘指尖呈直线，发射的瞬间身体尽量放松，这样会比较省力。真的，哼哼，我教的不错吧 ？Ruth 教你这些的，点点点。我小时候因为某些原因偷拿了我爸的执法枪，被他狠狠揍了一顿。其实拿着的时候，我跟 Shannon 都很害怕，根本连保险都不敢关。你也是从很小就被 Ruth 训练了吧？第一次拿枪的感觉，也是像现在这样这么冷静吗？嗯，当时好像完全没有害怕的心情，心里只想着能帮上爸爸的忙。毕竟要打的也都是机器，他从来没有攻击过人，除了我爸以外。Simon， 实际拿过才知道，原来这东西这么重，子弹射出时的力道好真实。如果我站在露丝的立场会怎样？为了保护你，我也会开枪的吧。点点点，但知道自己杀了人又会是什么感觉？感觉肯定糟透了。嗯，你开枪的时候看起来就像在台上一样，很坚定，充满自信，偶尔有点开心。我不会再对你说谎，的确这对我来说是另一件能找到自我认同感的事情。我们分手后，我曾经把所有枪都丢进河里，但后来还是放不下，只有在那个地方让我比在台上更有活着的感觉，甚至没考虑过做那些事造成的后果，或者说为了自己装作不知情，很差劲，对吧？如果像音乐一样能用这份能力帮助更多人，或许也没那么差劲。你要放下的是过去。嗯，看，全在中心内，这样算及格了吧？讯号中断。干 Simon 好帅啊，真的他妈帅，各种嘴遁是吧？啊，有新歌吗 ？No。我玩这个 Hard 六好了。应该会解。我靠！为什么卡在99%？好了，应该有解锁新歌吧？我记得是6首啊。没有啊！啊，算继续。This 失去 Clary 我们都很遗憾。这是管理局的疏失，补助一定会做齐。若有其他我们能帮上忙的地方，我要辞职。Ruth， 我跟他是在运输站认识的，我没办法再干下去了。也请不要给我们来自管理局的补助，这是离职申请，这些年有劳关照了。Ruth， 真的不用这样。Sherry， 我们走了。Ruth， 爸爸，妈咪不会再回来了吗？
妈咪，爸爸，嗯，妈咪去当歌星了哦。切换讯号，1983年2月15日。大哥，做这种交易真的没问题吗？要是被 Andor 或 Kev 的臭老头知道了，放聪明点，没有人会知道的。我们有个强力的助手，说起来，他怎么还没出现？是你提到的那个接应人吗？嗯，一个以前在运输站工作的工程师，他对这里的通路、巡逻机的路线了若指掌，是走私的最佳人选。管理局的家伙信得过吗？别担心，他的妻子在2年前被管理局的执法无人机误杀，他拒绝了管理局的补助后就堕入谷底，沉迷酒水与赌博，不过是个跟我们一样身处底层的垃圾，后来被赌场的组员发现，才给了他重新做人的机会。点点点，懂了吗？要是没有这些机会，社会上这些被唾弃的废物到处都是。现在 Endo 与 Kev 坚持的什么灰色的平衡，只会让社会粘满更多垃圾。而那些享受小确幸的市民与作威作福的上流人士也会装作没看见。没错 ，Angus， 听好，无论花上10年、20年，我们都要往上爬，把灰色平衡跟 Kev 的制度摧毁，才有机会带来改变。切换讯号，1989年8月16日。以上就是这次交易的内容，听懂了吗？嗨 ，Rus， 这次怎么走比较好？有点麻烦了，管理局已经几乎盯上我们用过的所有路线。如果是这个数量，我可能得开辟新的路线。有什么好的想法吗？13号这边，据说除役后，这里因为设施出现严重的积水，入口根本打不开，一直到现在管理局都放着不管。如果有排除的机会，这是什么地方？除役事件前好像是建造着出封锁区的通道，能通到其他的 node。我想打通这个入口应该不难。但重点在这后面通道的地方是还在自动运作的设施，也有武装型的无人机，我们的人力可能很难应付。要武器的话我们不缺，不是那个问题，这型号的扫描装置怎么了？不，没事，还是忘记这条路线吧，应该有其他办法，应该还有其他方法。你有话没说完吧？有事瞒着我们？没有，是这张照片里的扫描器吧？这个型号的扫描器在侦测到16岁以下市民 ID 时不会发动武力警报，你想说的是这个吗？嗯，我们这边可不止你一个顾问啊，16岁以下的组员我们没有呢，真伤脑筋。你想说什么？你女儿，我记得体育成绩不错吧？我靠，哇塞，把脑筋真的动到了她身上哎。哎，第二个，我不是你们组织的人，也不是你的狗，不准你把我女儿牵扯进来。怎么了？你难道没告诉她吗？自己能振作，父女俩回到幸福的正常生活，根本就不是靠什么正当工作，而是这种脏活是靠我们。这不是你隶属于哪里的问题，是做人最基本的观念。我们把你从垃圾堆中拉出来，给予你和女儿能在社会上继续正常生活的保障，这些年我应该没有亏待过你任何事才对，这就是你回报我们的态度吗？总之我是绝对不会让他参与的，你自己好好考虑。撇开这件事情，我觉得让你女儿一直活在假象中对她来说才可悲。你打算瞒她瞒到什么时候？哪天你死在地下，一群陌生的黑道去你家通知她，你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吗？点点点，讯号中断。所以 Cherry 后来就接触到这些黑道，大概就是这样，真是一个可悲的故事。哦，继续玩。哦，连升两等，总该解锁新歌了吧？嗯 ，Sherry， 我回来了，今天又那么晚，辛苦了，来咖啡，谢谢。你还不睡？我还想再练一下吉他，嘿嘿。嗯，你看起来好累哦，工作不顺利吗？点点点，我跟学院申请的，明年开始就可以打工。到时候爸爸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Sherry， 一起加油吧，别太累了。 Sherry， 爸爸有话要跟你说。原来我们这些年的生活都是靠这样维持的。抱歉，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跟你坦白，你是个很早熟的孩子，尤其在妈妈走了以后，你一直很坚强，陪我面对这一切。
我颓废的那些时间，要是没有你，我一定撑不下去了。其实每次聊到工作的时候，爸爸一直遮遮掩掩的，我就觉得很奇怪了。重新振作起来也都是骗人的吗？对不起。不，爸爸愿意跟我说这些，我很开心。爸爸没有把我当小孩子看，也知道我讨厌那样。Sherry，这次事情没有我的话会很麻烦吗？老实说，我不知道。Diego 那家伙看起来是在帮助我们，也有一套他自己的信念，但我真的猜不透他在想什么。不过我已经想清楚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一定要找机会跟他们脱离关系。只要能应付这次交易，让我去吧。不行，绝对不行。我并没有爸爸想的那么坚强，在学院没有什么可以说得上话的人，也一直觉得生活很空虚，只有在爸爸身边的时候，才能觉得自己必须要努力，不能输给爸爸。点点点，我想去看看爸爸形容的那个没有见过的世界，我想帮上爸爸的忙。切换档案，689年8月30日。干得好，就是，去死！你们这些该死的机器！哦，这是他们在地下通道那里的时候的情况。喂喂，够了吧？他已经坏了，那家伙又发狂了。算了，让他发泄吧。爸爸，小妹妹没受伤吧？你做得很好，了不起。点点点。所以就是他爸爸，只要看到无人机都会产生憎恨感。因为他妻子就是被无人机杀死的，所以就是造成说爸爸有一些心理的阴影跟伤害，然后最终造成的这样子的疾病。啊，没有解歌啊，可恶！看来人都到齐了，好久不见啊，爹狗。是啊，谢谢你们百忙之中应约而来。点点点，哦，是 Nora，别客气，你们 Bravo 帮在零八的表现永不共睹，是重要客户，更是我们的好兄弟。既然遇上了麻烦，岂有不共同面对的道理？兄弟吗？真令人怀念。我和 Marshall 也曾这么称呼彼此。他的过世直至今日还令我惋惜，是个英雄。可以进入正题了吗？还是那么冷淡啊，和若斯之眼。也是。那么就开始吧。上回我们和九皇会购买一批武器，但在土龙运输的路上出了问题。据我了解，你们找的 Spritis 那群运货人全被击晕。武器则遭到销毁，以致弃置在地到底。作为补偿，违约金和尾款已经全数汇回给你们了。还想交易的话，随时可再下一批订单。那这样还有什么不满吗？关于运送事故这件事，我们也很重视，已经在调查中了。恕我无礼，不过龙大哥所谓的调查，只是让管理局的人去地道里晃两圈做记号，最后交出一无所获的报告书吧。爹狗，这点钱我们土龙还不放在眼里，随时可以补偿给你。我在乎的不是补偿，而是干扰的存在。它是不让我兄弟与土龙共存共荣的阻碍，就像肉里的细刺，虽然不会痛，放置不理的话，却会让整只腿腐烂发臭，只能切除。原来如此，你想要我们给你一个交代？不错，我想要的是真相，例如说犯人的下落。据传，对方有三个人。这是起先露脸的一位男性的照片，其余两人利用破坏地下设施照明的方式伏击，身份未明，从声音判断是一男一女。隶属各个组织的盗墓者到处都是，这点线索根本无从查起。点点点，不，如果是其他组织的掠夺，武器应该会被抢走，但清点后只消失一把 P440，这样的家伙怎么会把货物销毁呢？肯定是不希望交易本身成立的人。你想说什么？我就直说了。猫选死后，我们土龙在武力上就一直处于劣势，甚至已经快要不如 Bravo 兄弟会。现在地位全靠你们创造庞大经济链在支撑。而九皇会自从 Nora 上任后，则是一直避免这些能壮大组织势力或是会造成流血事件的活动。以我的立场来说，不管是谁从中作梗都不奇怪呢。年轻人，小心说话，当心惹祸伤身。不敢。只手号令土龙，令人敬仰的水明月容，我相信也是个不输给 Marshall 的英雄。利用破坏地下设施照明的方式伏击，你刚刚是这么说的吧？是没错，有什么奇怪的吗？地下设施使用的是建造者的古文明科技，有能力控制或害路的人并不多。
应该说，就我所知屈指可数，加上破坏教义本身这样的行动，我想三人中应该至少有一人是来自弄淋巴。既然如此，那我想就是你们淋巴组织自己的责任。哦，你倒是挺会猜的，但你有什么证据？还是说现在在这里用你的眼睛证明？我拒绝，我没有冒着生命危险使用眼睛的理由，更何况还是这种和我无关的无聊题目。九皇会负责提供商品，出货的过程发生意外，应该是你们自己要解决问题。Nora， 零三与零八的地下社会至少70%属于土龙、九皇会和巴鲁兄弟会所有。我们的联盟具有无比的重要性。我说过了，你手头上的生意有70%我都不感兴趣。你们要找的这三个人、武器买卖和你们自认的联盟都包括在内。点点点。九王会的立场表示很明显了，这里没有我需要参与讨论的部分。大吴，开车。看来交涉是失败了啊，龙大哥，一阵子不见，小姑娘更让人头痛了呢。哼，你也是个让人头痛的人物啊，居然怀疑到我头上。哈哈，你也明白那是讲给他听的吧？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嗯，对土龙而言，九王会已经成长到会威胁我们的地步。浴火重生的凤凰飞临于大地巨龙之上，让人不得不担心呢。没错，我们默契依旧啊，这正是我想跟你谈的，只存在我们两大势力的联合。有什么好方法吗？切换为窃听序号。就我的经验，在燃烧前及时拍熄火苗，才能控制火焰危机所用。听起来你似乎有十足的把握能做到。当然，我们可是兄弟，做弟弟的理当为哥哥分忧。我已经做好万全的计划，首先从对我们无关痛痒的九芒医疗开始下手。只要你点个头，组员弟，点点点，讯号中断。啊，你已经被窃听了啊，大大。玩简单的好了。啊，简单难度真的是让你在复健的，好不好？没在骗你的，所以 TP 100也不用觉得意外。总该有新歌了吧？哦，哇塞！又在那边那个十字路口，对不对？嗯，是说你到底为什么又跟来了？哈？你难道忘了你现在的身份吗？两个人一起比较不引人注目哦，跟我学学如何低调吧。还是有什么我不能跟的理由？放心，淋巴的管理局应该暂时不会再那么积极追查我了。咦？怎么说？用用脑子，他们之前那么急着把我定罪，就是为了平息这件事情，并防止有人再做更深入的调查。真正的 Elsa 并没有被逮到，也就是说，像我现在这样逃了，反而能在 Elsa 有下一步的时候嫁祸给我，合理化整件事情。防止有人更深入调查的是阿讲的那些事吗？跟厨艺事件还有建造者有关的。嗯，我不知道 ARC 或管理局在盘算什么，不过这背后一定有更大的秘密。如果是这样，也许佩服遭遇的事情也跟这有关。这就是我待会想找 Nico 确认的。 Nico 上次表演很赶，我和他都没好好说话，没想到能在零三和他见面了。我只打算和他大概了解一下状况，不会聊太久。他们带着佩服回来寻找记忆吗？说起来 Elsa 的攻击的确跟记忆有很大的关联。其实照 Nico 说的来判断，那次演唱会好像也是让 Pef 记忆混乱的原因之一。不止让你背黑锅，连 Pef 都，他到底想透过这些行动做什么？不清楚。总之就先碰个面，搞不好能得到更多情报。而且如果我们能查出 Elsa 的真面目，应该也能帮上 Pef 的忙吧。都忘了你也是个脑炮粉。Cherry 这个狠嘴，我只是单纯觉得他的声音很不错。真的啊，跟我比起来呢？怎么比啊？他唱的都是流行音乐。 Pef 是个好人呢，虽然在单身的时候没有说过什么话，不过他总是很谦虚很有礼貌。决定了，我来帮忙介绍你们认识吧。喂 Cherry， 注意一下你的身份啊，别把情况越搞越复杂。干嘛、啊、有意见吗？我们的行动也能帮到他对吧？那也只是推测，小心有车。喂，很危险耶，闪开闪开，你妈的找他妈的找死吗？这也是人行道耶。 Sherry 算了，这也是零三，这种垃圾到处都有。
不要起纷争。啊，你他妈说谁是垃圾？你这不男不女的娘娘腔！我靠！我劝你把枪放下。我靠，双方都举枪了是吧？哦，敢拿枪对着老子，你们混哪的、啊？哎，还叫我低调点。小野先生吗？胡盛堂的组员。你怎么知道老子的名字？抱歉，我是楚龙驻卫干部 Sid Jackson， 这是我的名牌。咦？咦？两位都把枪放下吧。抱歉，这是我妻子，个性比较冲动。不过隶属于土龙之下的胡盛堂组员用枪口对着土龙干部的家人，不知道这在弄了林山代表什么呢？点点点。不是大哥，你听我说。不想被上面知道这件事就快滚吧，我会当作没看到。好好的，感谢大恩大德，对不起。妻子吗？不错耶，这样居然骗得到他。你演得超烂的啊。别吵，我把这边管理局的资料都调过一遍了，要抽出这种骗得过小慧慧的资料还算简单。骇客都这么嚣张吗？你跟那个 Elsa 别把我们混为一谈，我可不会拿这种技术去害人。不过你刚刚那个眼睛，哈哈，不行，好好笑，哈哈，你笑过头了吧？咦，你看，那不是刚才那个流氓，怎么躺在医院门口？太慌张摔倒了吗？ Simon， 你看医院门口那些无人机，他们停在那什么也不做，很可疑啊，武装型的，是管理局的机器吗？喂，那家伙在流血吗？难道是被无人机？怎么了？趴下！好可怕、啊、悲剧即将上演是吧？没有啊，他们应该活下来了，不用担心。有新歌了吧？有了 ，Deep Dive。哇塞，为什么这个三人看起来有够吵，有够丢的？哦。这是在干嘛？恐怖攻击吗？哇！他们把医院……喂，危险！等等，别过去！就算是失控的无人机，就是进到感应范围，他们还是会自动攻击的。失控吗？你看，他们停靠的位置，面对医院排成两列，外侧的无人机进入警戒模式，有两台正确的制高点。这是……他们并不是随便开炮，无论布阵或是节奏，都是有战略的，背后一定有人在远端操作。是黑帮吗？毕竟这里是灵山，可能性不小。九芒医疗。我想在他们黑帮组织的资料里看过这个名字，但再怎么说，这里都还是医院。有警察进去了，开什么玩笑？不管他们想做什么，得阻止他们对一般人下手。等等，你有看见他们的外壳吗？那是新型的合金材质，我们的枪是打不穿的。那就只能焊进他们的系统，从这里做不到，我得靠近一点，找他们的行动规律中找到突破的入口。不行，你疯了吗？他们配备的强袭火箭筒是能用在战争里的机种，以你的身手接近他们和找死没两样，得去帮他们才行。当然要，我的意思是你跟在我后面，我帮你制造机会。不过就这样冲进去救人一定会拍到，我有面罩该怎么办？我有面罩你怎么办？新头盔蛮帅的嘛。哦，准备开冲，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了，快走。爸爸爸爸，你在哪里？危险！哇 ！Simon， 现在连这么小的孩子都攻击，不管是谁，这太过分了。从楼上传来的，动作要快，快转，数量好多。Sherry， 掩护我，我要一次解决他们。型号一样的话，加密应该也是同一组。侦测到威胁，开始进行排除。喂，破头男姐，看我这边。遭受枪弹攻击，损伤判定低，调整排除优先度，重锁定新目标。遥控权限解密中 57%。 对，就是这样，往我这里来。哇， Sherry， 你还好吗？不用担心我。可恶，给我快点。指令已接收，调整排除优先度，锁定新目标，立即执行攻击。怎么了？什么新目标？快躲起来！
哇，我们的 Simon 成了物理型骇客。所谓的骇客呢，就是要物理操作，就这么简单。呼，搞定！你竟然让他们互相攻击，也不先提醒一下，想吓死谁啊？我说了要一次解决吧，比起花时间控制核心系统，不如从目标判定系统下手，这是最快的方法。你哦，说好的低调呢？好险，一般人都逃跑了。这要是他们打到你怎么办？搞得这么大，我看全漏的山的人都要被引过来了。我们两个都没露脸，不要抱怨了。趁没人发现，快走吧，切换讯号。内口那边我已经联络过，下次再约。我们回去吧，都引起这么大的骚动了，先躲起来比较好。嗯，呼，走吧。喂，你没事吧？能走吗？可以啦。啊，痛！你扭到脚了吧？逞强什么啊？手给我。咦，哇，爸爸，你没事吧？爸爸好担心。嗯，一个姐姐救了我。我真的看到啊，两个蒙面的人，一个拿枪，一个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把那些无人机全解决了，帅呆了！点点点，怎么样？把能力用在帮助人身上，感觉还不错吧，搭档？哇，Simon 这时候帅气指数满点。嗯，嗯，然后他们就离开九芒医疗了。信号中断，这个呢？通话开始，是我，Miss Proline。两位在03这阵子过得怎么样？没搞什么大事吧？没有，你确定吗？你们刚刚把无人机给拆了。别装了，九芒医疗交不明组织骇劫武装无人机进行口供，神秘无名英雄成功阻止，这是你们吧？弄得实战虽然没有塞得死，这么大的新闻也不难收到。我没有被认出来，Simon 一见状就往前冲了，我也没办法。可以想象，算了，我现在有点忙，就直接说重点了。怎么样？需要拿支笔记下来吗？你当我三岁小孩吗？很好，那么听好了，我在弄的实战的调查差不多，该轮到你们那里行动了。Miss Pearline 做了那么久接应人，对零三的黑帮应该略知一二，也许吧。对九皇卫这个名字有印象吗？嗯，这在巴尔兄弟会非常有名，是他们现在主要的军火供应商。不过详细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他们不会让我知道太多细节，知道这些就够了。据我查到的消息，之前和 Mr. Jackson 提过的荷鲁斯之眼似乎就在他们的掌握中。嗯，也就是说得和九皇卫交涉吗？不用那么麻烦，黑帮将荷鲁斯之眼的能力用于获利，所以我查了过往交易的记录，已经循线查到入口，直接汇钱过去，数字连黑帮都会大吃一惊。我们的康呢？哇，我们的康呢真的是氪金大佬，只要有钱就能见到吗？不，还有些程序要跑。接下来你们在指定的日期到我指定的地点，然后跟店员说出关键字，还秀出凭证，他会带你们过去才是。怎么听都很可疑啊！喂喂，都这个时候了还不相信我吗？我们求生的那周配合的可像是完美的合作一样。你是优美的 Warren，Mr. Jackson 则是沉稳的，这怎么念啊？Sale 还是 Kale？啊，算了。哦，那你呢？我当然是做几下来指挥的，呵呵。你果然和 Simon 形容一样，是个自说自话的家伙。别把我们当成能让你肆意演奏的乐器，肆意演奏的乐器。太糟糕的乐器不值得聆听。而两位的音色只是相当美妙，我很乐在其中呢。这算是拐弯抹角在称赞我们吗？哈哈，只要能用荷鲁斯之眼的能力配合 Mr. Jackson 的技术，就能将一部分，不，也许是更多的真相给挖出来。只是，最后的交易记录停留在好几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无法得知，只能提醒两位随机应变了。呵呵，有你在的话，至少枪战什么的还不会落于下风。夸过头了吧？在地表上打猎时，你的准度可不输给我。谦逊是我们家族的美德之一，我在十三还会待一阵子，就请两位先和九皇卫交涉吧。地址和凭证我等等传给 Mr. Jackson，再请他加密一下，免得被查到不该查的东西。你还要在那里调查什么？简单讲，是一些我家族祖先留下来的手稿，但那些人看来也是不简单的家伙，为了藏匿这些资料费了好大功夫，也许是有信心只有自己的后裔才有能力找到吧。这令我有些热血，所以我们的康乐桑是个喜欢收集自己家族彩蛋的作曲家。简吧，那些和 Else 的事件有关吗？待考证。不如说，我希望我的推理是对的，因为这是离真相最接近的一条道路。不管是对你们、对我，还是对人类本身，失陪的
Miss Pearland。通话结束 ，Cherry， 点点点，讯号中断。好啦，至少有新歌可以打，真是舒服。啊，开打了。我觉得这一首，好难抓，好难抓节奏。这一带是怎么回事？到处都是火烧过的痕迹，是连环爆炸事件哦。之前有上过新闻，闹得蛮大的。不过听说管理局把灾民丢去其他地方后，就撒手不管了。现在大概也没人在乎真相了。反正死人与穷人是说不出话的，对吧？哈哈，你什么时候开始学起那家伙隐私造句了？别拿我跟他相提并论。不得不说，你们有些部分还真的蛮像的。我们到了，这是一间书店，看起来跟其他废墟没两样。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我们想找《第九位孩子》这本书。点点点，凭证在这。地下室 B9 货架第三层。你不是荷鲁斯之眼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是这间二手书店的店员。那个门进去走到底。切换讯号。找到了这本吗？居然还是纸本的书，真罕见。货架自己后面有门。突然塞了一笔钱过来的人就是你们吗？也不先问一声，还真是自说自话家伙啊。他的确是，你们看起来不像零三的人，因为你们还调查到这个管道，加上汇来的这笔钱数目大到很夸张，
才想见见你们的，原来是这种小鬼吗？点点点，老实告诉你们，荷鲁斯之眼不存在了，拿再多钱来也没用，请回吧，钱我们会全数退回原账号。嗯，怎么会？你刚刚说了不存在了，代表以前确实存在过吧？发生什么事了？我只是确认我的录影有没有正常的运作当中。好，这和你们无关，请离开吧。不行，我们非得借用那份能力不可，拜托了，给我们任何线索都行。哇，对方也是硬来的啊，对方也是来硬的。我对你们的事一点兴趣也没有了，不打算离开的话，在这边杀掉你们也行。去，想打吗？大吴，退下。组长，我对这两人有印象，我想见他们，把枪收起来，带他们到我的实验室。是，请原谅我的无礼，两位请进。谢谢，走吧 ，Simon， 讯号中断。哦 ，Nora， 我们的可爱的 Nora 奖，新歌解锁啊！这是类似希腊文的东西吗？我已经在拦路他。哦，不对，搞不好是埃及文。因为毕竟跟荷鲁斯之眼有关，是吧？我已经在拿到他忍受过一次这样的取名，然后用别外国文字啊，反正不管是希腊文还是埃及文是什么，反正现在曲诗风格都蛮特别的。好，哦，这张图感觉就是一个是左边是 Aroma， 然后右边是 Nora， 然后中间有个荷鲁斯之眼。好帅啊，十二等的歌，请进。点点点，两位不用紧张，坐吧。谢谢你，是我叫 Nora， 是酒皇会的组长。是卡照片里的小孩子，不必惊讶，你也是从小就非常了得的吧 ，Simon Jackson， 或者该叫你 X。我见过你在暗网上活跃的记录，无从追踪，无法防范，让黑帮头痛万分的神秘骇客，不得不说很有一套。那些记录我应该都删除了才对。网络世界远比你想象中更广阔，那些记录实际上都还存留在一个你们无法触及的地方，而我正是能看见那个地方的人。你，难道你就是荷鲁斯之眼本人？换个话题，前几天酒盲医疗大楼的攻击事件，英勇的神秘人士就是两位吧？哇，他们都好惊讶，不用觉得意外，我们的 Nova 奖永远是最强大的，好吗？果然酒盲医疗的背后就是酒皇会吧，我有查到类似的传言，这样的话会被你注意到也是没办法的事。不错，那次攻击行动并不在我们预期之中，要不是你们出手救援，整间医院大概都逃不过，一定会死伤惨重，这也正是我愿意接见你们的原因。但还是有人受到波及吧，我收到的数据是两人死亡，17人轻重伤，设施半毁，约三个月无法提供医疗服务。可恶 ，Nora 小姐，你既然早知 Simon 的身份，你应该也明白他。当然，我知道你在审判时承认自己是 Elsa， 却又从淋巴逃狱。既然你出现在此，又想借用眼睛，理由想必和这有关，而我必须确认。你的意图是否会影响到我们酒皇会？如果会影响，你就不帮忙吗 ？Sherry、Nora， 查明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想查明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我认为我们目前遭遇这些事件背后藏着会影响全世界的秘密。快转。原来如此，你认为不揭开这些内幕，造成的危险可能波及全人类？是的，请你务必帮忙。很抱歉，我办不到。为什么？我们已经全都和你说了。我认同你们的动机，这番推理也很有意思，但其中有太多的现在我无法见证的疑虑。如两位所见，我的眼睛已经是这个状态，若没有仪器补助，连看清楚你们的轮廓都很困难。所以荷鲁斯之眼真的已经不存在了？没错，进入 OS 空间对我的身体负担非常大，我现在极限最多是5分钟，而且只能看到03附近的资料，更不能随心所欲的集中精神在想要去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刚才大吴会赶你们走的原因，请原谅他。 OS 空间只是随便取的，不是什么重要的名字。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你们运气不错，有另一位能使用相同能力的人正巧在我这里做客。真的吗？不过他的情况我不确定能否帮得上忙，因为他还无法完全驾驭诺亚，我也不建议。请务必让我们借他。嗯，这也是还你们救了市民的恩情。那么请两位先在外面等我一下，我带你们去找他。谢谢你。大吴，你想说什么？果然瞒不过族长，关于医院的攻击事件，我觉得凶手已经很明显了。你认为是巴尔兄弟会和土龙联手所发动攻击？当然，族长也听过我录到的东西了。那个狗娘养的叠狗早就计划好了，要和龙联手吃掉我们的势力与地盘。地盘什么的我不在意，但九皇会研发的众多科技要是被他们夺走，整个诺的灵山都会沦陷。如果我们先下手为强呢？点点点。九皇会的武力与装备远远超过他们那群废柴，就算人数不如他们，只要能抢得先机，我们一定会赢。让我们先一步咬下龙的脑袋吧。你想发起战争？点点点。不行，土龙就算了，巴罗的人开起火可是不顾一切的，你也看到他们怎么下马威的。我不想破及一般人。族长，这件事没得商量，你也不准再有类似的想法。我会想其他办法处理。好了，我们去接待客人吧。是，讯号中断。其实我们的诺瓦讲看似很冷酷，其实他其实一直都在用他自己的力量，然后在保护着市民们。你不要看他就是在九皇位，然后一副很坏的样子，很多东西很多黑幕都是他在扛的啊。好了，下一首开完。
这首真的不错听，不过我觉得它中间那个连段很容易爆皮，哦，真的是吓死我了。请两位在此稍等，大伯去把他们带过来了。他们客人不止一位，他们很坚持一起行动，所以我就要把他们全留下来了。也许对两位来说并非陌生人。对啊，未看先猜，我猜是 Aroma 跟 Nico。三位请。啊啊！喂，走开 ！Nico 好担心你哦。Cherry 姐也在啊！啊哈哈哈，是个大团圆的节奏。我们大家又见面了，各种人物，哈哈哈哈哈。对，还有海丫头，耶、yeah。你在这的话代表 Pav Cherry 小姐，好久不见，你们认识的人真多啊。 Nora 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要让我们跟能力者见面吗？是的，南宫勋小姐就是我提到的能力者。嗯，南宫勋，诶诶，什么情况？我从我知道的部分来说明吧，快转。事情就是这样，因此现在南宫勋小姐被确认脑中同时存在 Aroma White 小姐的记忆与自己的记忆，同时南宫勋的身体原本 也就拥有荷鲁斯之眼的能力特征。 What the fuck， 这什么东西？我觉得剧情到这边有点小小的超展开。佩服是能力者，你好三人居然在害羞 SSRD 的场面啊，得快点拍起来。我拜托你先安静一位，我拜托你先安静一点。所以能力者不止一位，只要天生达成某种条件，也可能有其他人存在。没错，虽然我偶尔也会在 OS 空间中接触到其他意识，例如损毁的 AI， 你是说那个吗？初音未来啊，或一些无法确认的气息，但目前已知只有我与他两人。那么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是能请你试着针对我们的关键字使用能力吗？首先是 ARC 的 Library， 我试试看。南宫勋小姐不用紧张，就像我先前说的，就像上精神网络一样，全身放松，把意识集中在那些讯号的节点上。点点点，开始了吗？请安静。点点点，快转。点点点，我看见什么了吗？我觉得自己已经到你们说的那个地方，但是，嗯，好奇怪，好黑，什么都看不见。点点点，能到达那个地方，应该不会有空白的区域才对。阿罗玛讲，他要流鼻血啊！快停！哇！不要！倒地。讯号中断。谁只是怎样？这什么剧情超展开？我真的是看得我无下去啊！啊！那我们继续打。所以我在猜。这个歌名该不会真的叫荷鲁斯之眼吧，或者荷鲁斯之类的相关的词，我也不知道，要翻译过才知道。好，难怪我觉得曲图为什么会有 Nora 跟 Aroma 两个人，因为Aroma 现在是南宫勋的意识状态，也有掺杂南宫勋意识状态，然后呢南宫勋跟 Nora 都是荷鲁斯之眼的使用者，所以曲图才这样画出来的。不错哦，新歌解锁Dark Madness， 十三德的歌。哇 ，Aroma 讲，他醒了，身体还好吗？明明自己经历过，却还勉强你。抱歉，不，我觉得不是使用能力的关系，我看到了某些东西。看到了什么 ？Jackson 先生，他才刚醒耶。啊哈，抱歉。这是念准来怀人啊，反正我直接念海丫头，海丫头，我们没事啊，比起这个。我看见一张好恐怖的脸，但是马上就消失了。他不断哀嚎着，哀嚎的内容我听不太清楚，不过好像一直在叫着谁的名字。我在想，他看到的要么就是 Ivy， 要么就是 Vanessa， 应该吧。名字？我也不清楚，那个声音听起来好可怜。我想伸手去帮他，但情绪马上就转变了，我感觉到自己会被杀掉，好强烈的恨意，好强烈的恨意。勋，你没事吧？够了，别再想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点点点，对不起，没能帮上什么忙。不，你做得很好了，先休息吧。 Jackson 先生，我不知道我感觉到的是什么，但不管是什么，一定得快点阻止才行。那股杀意不是针对我的，而更像是所有的人。果然和那家伙猜的一样吗？南宫勋小姐，若不介意的话，我小时候用的镜子舱应该还能用，虽然里面很黑很挤，但对身体与精神的静养有很大的帮助，请在里面休息吧。谢谢你，暂时别再使用能力了。不，请给我几天时间恢复，我认为我必须得知道我看到什么，感觉是很严重的事情。我知道，大武，带他去休息吧。是，这边请。各位，如果可以，请暂时在此做客，空的房间还很多。那当然，我会一直陪在勋旁边的。那口也是。Jackson 先生与 Paroline 小姐目前也不适合在外行动，这边是很好的藏身处。谢谢你 Nora。 那么请自便，客用区域都可以自由行动，有需要只要跟穿着制服的人说便行。她是个好女孩呢，一开始见到还觉得有点恐怖啊。 Nico 一开始也这么觉得，但是跟你们说，其实 Nora 讲她啊，对了，萝卜头也在这里，直接听她说比较快，讯号中断。哇，这是一个大认亲的节奏，我看一下，这样是怎样，大家都到齐了是吧？ Diego， 我不记得有人邀请 Barrow 的人来我们地盘，你们这么多人想干嘛？请放心，我今天来是有事想与你们组长谈谈，而不是你这条狗。看在组长不想与你们动武的份上，我给你十秒钟滚蛋。王八蛋，你想干什么？ Angus 把枪放下，不让他出来也没关系，我就直接在这说了，反正他正在看吧。你大武回来，组长 H 的工作需要你支援，回来。是，哼，快滚啊小，哼，快滚吧小狗。 Nora 怎么了？别躲在里面，出来聊聊天吧。 Diego 今天可没有例行会议。我当然明白，但我的兄弟们已经等不及了，只要你交出人来，我们立刻从这里撤走，不会留下一点痕迹。交出什么人？装傻可不像你会做的事啊。我得到消息， Simon Jackson 和 Sherry Perlin 现在就藏匿在此，这两人插手干预我们与土龙的武器交易，应当交由我们处置。这两人吗？我想也该是兴师问罪的时候了。既然如此，我就直说了吧，你明知道这两人是我们 Barrow 兄弟会，不是我们三方同盟的共同敌人，却背着我们藏匿庇护他们，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上次也说过了，我对你们的自认的联盟一点兴趣也没有，这两人现在是九皇会的客人，和你或土龙都毫无关系。呵，那你难道以为这种辩解会有用？我认为这全都是你安排好的，指使他们去破坏教育也是计划的一环吧，表面上还能装得一副不在乎的模样，实在了不起。别再演了，你我都清楚真相为何你会这么想要他们，应该不只是因为他们妨碍了那一场小小的武器交易吧？兴师问罪指的可是你们，什么意思？我已经做好万全计划，首先从对我们无关痛痒的九芒医疗开始下手，只要你点个头。这是上次会议的录音，被摆了一道。哈哈哈，不错，非常精彩，不愧是全知之眼，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你这么以为吗？这是你们两个组织对我们展现敌意的铁证，别认为九皇会接下来会给你们脸色好看，呵呵，没错，攻击九芒医疗的人是我们，我也查到了阻止行动的神秘客就是那两个家伙。你自己说过 ，Sherry Perlin 算是08组织体系的人，应该交给我来处理。你也不想演变成流血事件吧 ？Diego， 我明白你有恃无恐。你和龙的手下的人就和这座城市的赃物一样处置不尽，所以你认为九皇会的少数精英绝对无法和你们匹敌。不过我要告诉你，这么想就错了。啊，这是要派谁出来呢？如你们所见，九皇会早已成为一座要塞。我靠，自动化防御系统远比你那些毫无战略的杂鱼有用，必要的话我会把整座城市的戒备都启动，就算龙带上整个管理局的人也不是九皇会的对手。我靠，这也太扯了。警告到此为止，请你们离开。老大现在出手的话太轻敌了，我们走。 Nora， 事情还没结束，你会看见的，
就算没有眼睛。再见。对了，替我转告那两个人，我会好好照顾他们的家人。哇，这是拿他们家人来做威胁。潘若兰小姐，点点点，这边禁止客人进出，请回到自己的房间。对不起 Nora， 因为我们的关系， Diego 真正目标是九皇会的资源，是为了拥有超越土龙的庞大利益。你和 Jackson 先生只是借口，并没有什么责任。嗯，我们在08也有人脉，你们的家人不会有事，你们有恩于九皇会，我不会让无聊势力纷争困扰道理。我明白了，谢谢你。讯号中断。哇，现在要变成帮派战争了是吧？来，走起。我说那这首歌的后面是怎么回事？后面那个重点好可怕。所以现在几首歌啊？一首、两首、三首、四首、五首、六首。诶，六首歌了。可是这边，它这边显示有七首。诶，等一下，我们黑市曲报还没看，它黑市有出曲报，大大。哈哈，这里。对啦，这只是这五首对吧？啊，还不错嘛。好，继续回到我们的主线。该不会
感觉是快要结束了吗？嗯，继续打。哇，又差点 TV 一百。所以说，这次到底是要玩到几等？我真的挺好奇的。好，继续。检测结束的，南宫薰小姐，觉得身体如何？嗯，我精神很好，没事，很好。我送你回房间吧。快转。看样子你的状况比我好很多，虽然还无法完全掌握能力，但病毒在你体内的活跃度比我高出15%，身体却很稳定，是这样吗？你说你自己记得在被绑送往淋巴的过程中，因为事故接触过病毒，没错吧？嗯。当时货车翻覆了，就在封锁期内，我的身体掉出了保存舱，我想就是那时接触到病毒的。我直接讲结论，你虽然跟我拥有同样的能力体质，但我认为你的能力也许在我之上，只要你能学会控制好它的话，之前教你的你还记得吗？嗯，虽然 Nova 叫我这几天避免使用能力，但老实说，我昨天又试着前往 Simon 先生说的那个地方，发现这次我无法再连到那么远去了。从检测报告看起来，这跟身体的状况无关，也许是恐惧阻止了你。咦？你的心理会影响自己潜入空间时的状态，有些不想再经历第二次的事，就会在能力发动的时候形成刹车。这我经历过很多次了。嗯，点点点，禁止你在有意识的情况下使用自己能力，太危险了。我会继续训练你，直到你能完全驾驭它，到时候再试一次吧。我知道。对不起，不过 Nova 之前明明不需要我在学会后使用的，为什么现在？老实说，你形容那些画面，那份憎恨，我也曾经偶然遇见过。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放在心上，但 Simon Jackson 先生他们带来的推理与线索，加上你们身上发生的所有事，让我觉得其严重性远比当时自己所想的高上不少。总之，现在最重要的角色是你，请依照我的指示来做。好的。嗯？嗯。啊，俄罗马奖。啊 ，Nora， 几位客人，我应该说过禁止进入这个房间。对不？为什么罗伯托一个人在这边很可怜哎？我们只是来这边陪他玩玩音乐而已嘛。而且 Nora 奖好厉害啊！这么多乐器都是你自己做的吗？好好听哦。喂 ，Nico， Nora 奖跟 Aroma 奖也一起来玩吗？一定很有趣的。咦，无所谓，去吧，你需要好好放松一下。诶 ，Nora 呢 ？Nora 奖呢？我还有工作要做。好吧。Aroma 奖，我们刚刚写出了好好听的和弦哦。Nice call， 好和弦，没事。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这样太工伤了，抱歉抱歉。那台机器 ，Riso 调高一点会比较好听。说完就走掉了。Nora 讲果然还是很想玩音乐的嘛。肯定侦测到 Nora 有些许心情起伏。好，一定要想办法让 Nora 讲想起玩音乐的快乐。讯号中断。对啊，所以其实 Nora 他都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了，哎，好可怜的小孩，他还只是个孩子啊。玩家 Nico 获胜，赞啦！可恶，输了。Nico 好厉害哦，哼哼，抱歉啦 ，Cherry 姐，节奏游戏 Nico 可是不会放水的。你什么游戏都没放水啊？南宫薰小姐，时间到了啊！好的，我先跟 Nora 过去哦。Nora 讲。你也来玩一场嘛，这上面的排行榜都是你耶。啊，虽然已经被内裤洗掉一半了，呵呵。大吴，你去陪他们玩，好好招待客人。我吗？诶，内裤想跟厉害的人玩啊，才不要跟这个大叔。大吴也很强的，我们走吧。点点点。玩家内裤 VS 玩家 Dango 开始。大叔你真的很强吗？内裤不会放水的哦。Nora 还是很难接近啊，一点也感觉不出还是那么小的小孩子。不，组长他自从这边来了那么多人后稍微有点变了，我已经好几年没看他像最近这样说那么多话。那要算多话吗？
大叔，萝卜头都跟我们说了诺拉的故事，不觉得他那样很可怜吗？还有萝卜头也很可怜。嗯，我是组长的左右手，像现在这样，凡事都帮上他的忙，就是我唯一能做的了。组长实在太聪明了，我们这种凡人无法理解他的内心。有这么难吗？我们身边也有个聪明不得了的家伙，却很好懂啊，对吧，雀儿姐？哈哈，说得真好。说起来，他人呢？从刚刚就没看见他。反正肯定又是住在哪个角落玩他的装置吧。切换讯号，连线失败，重新搜寻终端机。可恶，不行嘛！Simon Jackson 先生，午安。Nora，佩服，你的 AI 跟连线装置很特殊，请问你在做什么？像现在这样干等也不是办法，我用一些方式追踪 Elsa 和 Library 的连线，但我从来没见过这种阻断，讯号到某个地方就突然消失了。你用了我们的设备吗？嗯，放心，我改良过你们的防火墙了。抱歉，擅自改了演算法。不过这边还有这边都有明显的漏洞，现在这样就安全多了。就这样大大的害入九皇会的网路，要是在其他组织，你早就被处理掉了。不过确实如此，连我都没注意到这些漏洞。回路是吗？很有趣的做法。前几天在九芒医疗那件事，我已经对 Baron 那边请的骇客骇入无人机的手法一清二楚。他们要攻破这个演算法，少说得花个10年。老实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在 Side 的技术上感到吃惊过。不愧是 X，再次感谢你。不，我也从你这套防火墙学到不少东西。你们接下来要做训练吗？对，我今天会再试着连到 Node 08比较安全的地方。嗯，小心点，我们会的。啊，那个，怎么了吗？这个场合说这些有些点奇怪，不过希望这一切赶快点结束，你又能继续唱歌，就这样。哈哈，他们说你虽然聪明，但是又好懂，我有点感觉到了。也许真的是这，也许真的是那样。这边包括这么多音乐人，真的很巧呢。回去后大家都能继续玩音乐的，包括 Simon，我很喜欢你的歌哦，谢谢。Nora 也是，能继续做音乐就好了。点点点，先专心于眼前的事。讯号中断。啊，我们的 Nora 酱，内心波澜起伏啊！我相信他现在一定有点小激动。嗯，所以还有什么可以解？哎，这个没打过，这个 hard 难度的。嗯，到底有几等啊？好久，我的电量已经被耗到只剩30%了。嗯，1995年10月26号。哈哈哈，尽量吃，尽量喝，今天桌上都算老子的，谢谢张大哥。点点点。喂，迭戈那家伙怎么还没来？不知道我张大哥最讨厌别人迟到吗？他有其他事情才在处理，马上就到了。不嫌弃的话，在那之前就先让我陪你喝吧。哦，想不到 Note 08也有不错的货是吗？小妞，我看你还是个学生吧。Diego 那家伙，懂玩哦，你能让我尽兴吗？论酒量的话，我有信心。谁跟你论酒量？老子想跟你论些别的东西。哦，虽然奶子小了点，但身材很不错嘛，嘿嘿，让我鉴定一下。嗯，怎么啦？别露出不悦的表情嘛。组织请你来陪酒，不就是要让老子开心吗？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笔很重要的交易？呵呵呵，哦，终于来啦，迭戈，你选的这小妞不错，老子喜欢。怎么样？既然都是要谈女人生意，把这货给，请把您的脏手拿开，张大哥。啊，你说啥？我有没有听错？敢跟老子这样，各种举枪啊！各种捡到枪，各位，我不是说笑的。这位小姐不属于我们组织，但仍是08地下社会重要的资产，请把您的脏手拿开，我们再继续谈。喂，别那么严肃嘛，我这不就拿开了吗？你看，动都没动她一根毛。你也别激动，把枪放下吧，哈哈。你可以回去了，辛苦了。点点点。要你从他身上偷东西到手吗？在这，以后跟战斗无关的行动不要再找我。这可不是我说的算。1995年10月26，Sherry，怎么突然跑来？你这身打扮是怎么回事？点点点。
哇哦，两人深情拥抱。1996年7月10日，好，刚刚状态很好，休息一下再继续练吧。啊，我去接个电话。快转，怎么会？怎么了？我爸他。1996年7月10号，爸，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有人发现他全身是血，倒在路边，枪伤。点点点，很抱歉 ，Paulan 小姐，令尊失血过多，急需输血。但我们现在没有符合条件的 AB 型血存货，我是 AB 型的，真的吗？你愿意做输血用的条件检测？别废话，快点！讯号中断。所以我们的女婿救了岳父一命是吧？呵呵。嗯，这里是。对了，我在酒皇会又梦到那些事了。睡不着啊？吵醒你了吗？我还没睡，声音传过来了。哇，好冷，诺的03的冬天还真冷啊。这边的天气系统不像诺的08还原的那么完整，温差比较大。把窗户关上吧。没关系，我想再多看一下夜景。至少加件外套吧，会感冒的。诺，你不穿吗？我刚刚跟 Nora 在机房优化他们的设备，热得半死。给你，出现了。让好人 Simon。 对啦对啦，少啰嗦，刚刚在唱 Steel 吗？好久没听你唱这首歌。嘿嘿，雷亚懂玩，雷亚懂玩 Steel 这一首。其实 Steel 这一首有点是在讲述 Simon 和 Cherry 之间的感情，对，还有 Return 也算是，就是 Simon 的 Return 这一首也算是随口乱哼而已。点点点，第二个威胁家人的事情我跟管理局的朋友说了，我想不用太担心。你之前提到那个 Nate 吗？在管制区放你走的。嗯，怎么突然说这个？你以前说过感到不安的时候就会唱那首歌，所以我猜的。我没事啊，只是又稍微想起一些事情。点点点，之前道歉我觉得自己说乱七八糟的，但是我还是想再说一次对不起，我可能还是无法原谅自己，但是你能原谅我吗？我说过了吧，你该放下过去，不放下就无法前进。我或你有没有原谅那些事情都不重要了。嗯，说的也是。哈啊，你居然在打哈欠，真稀奇。我两天没睡了，好像真的该去睡一下。你也早点睡吧，明天会用佩服能力再调查一些线索，需要你提供当时给我的情报。我想再吹一下风，待会吧。哦，那外套就给你了。咦，我才不要，上面都是汗臭味，拿去啊。真的假的？我闻。还好吧，明明就有。拿走拿走。喂，里面有东西，不要弄丢。哇哇，点点点，好痛。我就知道，啊哈哈哈哈哈！这种剧情就是要搭配这种扑倒的画面，真嗨呀！点点点，点点点，我去睡了，晚安。嗯，晚安。点点点，我早就原谅你了，不用再问了。谢谢你。哇 ，Nico， 你在干嘛？咦，啊哈哈，就那个啊，对了 ，IM 上有大新闻啊，不得了了，诺的08又出现大规模的恐怖攻击了，在舅叔叔的店附近啊。Nico 是要来跟你们说这个的。什么？怎么了？讯号中断。完了，我们的舅叔叔遇到危机了，好可怕啊。要怎么能打啊？啊，从这边开始慢慢清吧。哦，满级20级咯。哦，而且是我的错觉吗？就是
他那个现在 Note 的拍点是不是在拍点下去前有一个圆形的弧角，就是一个圆形的提醒的环出现，还是说以前就有，只是我没注意到？啊，算了，不管它。感觉就是要进入段落结局的部分，感觉就要告一段落了，然后可能会播放影片，我猜，大概吧。果然，不要对细菌王老板动手啊，他这么的淘气可爱，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不没了吗？不，诶，有诶，等一下，马上来马上来，通话开始。呼，传死，喂，太好了，你没事。是你啊 Simon， 干嘛突然打来？你人在哪？怎么这么晚才接？ Kev 啊，我正在弄新调酒配方，刚刚在地下室拿材料。等等，所以你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蛤，外面怎么了？紧急情况，你赶快看新闻。怎么回事？地震？喂，怎么？ Simon， 暗夜说好像又开始，暗夜上说好像又开始了。大姐头，什么东西又开始了？快离那里！Simon， 大声点，我这边讯号。哇！救！通话结束。不是吧？不要让我们的救死掉啊，大大！雷亚大大，跪求了，讯号中断。好了，以上就是这次的剧情啊，算是还蛮长的，然后剧情量也相当的多，然后我们的各大主角群又聚集在一起了，然后这个就是。对，那个最后有一段那个影片，好，我们跳过。总的来说呢，这一次的虽然只有六首歌啦，比较少，不过歌的谱面难度都蛮不简单的。对，那剧情量的部分的话，真的是很多值得大家可以去讨论的地方。然后其实还有其他地方。还有哪些地方？好像也没有了。好了，那我们这次就游玩到这边啦。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然后按个喜欢，按个赞。那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随时的关注我。那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